Hello，大家好，我叫汤天一，是来自阿里云容器服务的。然后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阿里云容器服务使用 Containerd 在一些超大规模的集群中的过程中，遇到过一些哪些的问题，遇到过一些生产中哪些的比较难解的情况，然后我们是如何利用这个 Containerd 的插件机制，并且在 Containerd 内部做了一些调整和优化来解到这些问题。OK，今天我们日程大概是这样的。首先，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业务场景是什么样的，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业务，集群是什么样的集群，集群规模大概是什么样。那么这会导致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业务问题？这是第一部分。然后在这些问题中啊，我们可能会更聚焦于两点，就是第二点和第三点，在磁盘管理中和镜像管理中，我们遇到过哪些挑战吧？就是因为业务特性和不一样的业务特性，他们带来的问题，我们是怎么用 Containerd 去解决这些挑战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的今天的重点。然后最后可能会再留下一些 Q&A session，因为中间可能会有些很有问题的部分。OK，首先我们是完全基于 KubeS 生态搭建的一套完整的集群。从在我们集群很小的时候，其实就开始用 Containerd 了。在最早，可能还是 Docker 时代的时候，Containerd 从0.2开始，我们就自研了 Posh，然后上面用 Posh 来对接 CI，Containerd 做运行时，从0.2到后来 bump 到1.0。然后再到后面 bump 到1.2，然后直到 Containerd release 到1.5之后，它内置的 CI 的插件，我们完全遗弃了 Posh，采用了 Containerd 用作我们唯一的运行时。再到现在，社区发展到1.6或1.7，我们选择了这个 long term release 的1.6来做我们的稳定运行时。就和 Containerd 已经走过了一个很长的时间。那在这过程中的话呢，我们的集群也逐渐变大，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万级阶段的集群了。那么在这么大的场景下，并且是个混布的场景，业务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形态。那这个。当形态一多了，他们对于磁盘的、对于镜像的、对于启动时间的诉求就会变得多样化。比如有些业务，它就用的是一些很 IO 密集型的业务，他们就会打很高的 IO 请求。那当这种 IO 请求和一些很大镜像的客户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对于这块盘子的 IO 压力就会立刻也吃满，就会互相影响。那这个问题我们要怎么解决？那再或者就是说，有些业务说，我就是镜像特别大，但是我还希望我 POD 可以秒级拉起几百个 POD。那这种时候，当它不在一个节点上，我们不能准确的去预热这个镜像，或者是在节点上给它准备好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这种诸如此类的挑战吧，都是对于这个刚刚我说那两个点，磁盘管理和镜像管理带来的问题。OK，首先我们先聚焦磁盘管理。在说磁盘管理之前，得不得不请大家先 walk through 一下，就是 Containerd 内部对于一个镜像是怎么 prepare 的，或者说是一个镜像从仓库来了之后，它是怎么变成一个容器内部可以使用的一个 root fs 的，可大家可以跟我这个图来啊。今天我们的镜像和磁盘都会跟着这个图的脉络来走，绕着它来做事情。首先大家知道，就是一个 OCI 镜像或者是一个更老 Docker 镜像，它是分层的，它有很多的layer。你在构建镜像的时候，构建出很多 layer，它会一层一层被打成一些，最常见就是 targz 嘛，打成相当于就是一个一个 targz 文件被推到仓库上去，不管仓库是 ACR 或者是一个自建的 harbor 或者是一些其他镜像仓库。那么从第一步，我们当然是要从远端把这个镜像拿下来，拿到本地之后会被存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在 Containerd 中就叫做 content store。Containerd 中很多这样的 store，content 是其中一个。所谓的 content，Containerd 这个 content 就是从仓库拿到的纯数据，它被叫做 content。拿到啥就是啥，当然有很多种啊，像图上能看到有 manifest list，有 manifest，还有 config，还有一些 blob。那其实在这里边上边那三种都是属于元数据，它们很小，它们不占什么空间，它们描述的就是说，镜像的属性、镜像大小，我启动镜像需要用什么 user 啊，镜像要做什么 volume mount 呀，就一些原信息。而实际真正占空间的大小是下面那个 blob，也就是那个 targz。OK，那么一层一层的 blob 占了这个它填满了这个 content store。那么下一步我们干嘛呢？有这个压缩文件了，下一步就要去 apply 它。所谓的 apply 行为，这个往简单了说，其实就是下面咱们这个方块 unpack，就是做了个 unpack 的行为，就是做了个 tar 杠 xzf，把它解压出来了，把一个 targz 变成了一个可以读的一个裸文件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做大概就是这么三步走。大家图中可以看到，又出来一个新的概念是啥呢？snapshot。Snapshot 它分两种，有 active snapshot 和 commit snapshot。叫的名字很牛吧，对吧？然后跟那会儿感觉还有这个 commit 还有点接近，但是其实这个所谓的 active commit 就是只读和读写，说白了就是做了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准备了一个空的可以读写的一个 snapshot，这么一个快照的空间，然后把前面我们拿到这个 content 这个 blob，给它解压出来。解压到这个可以读写的空文件中去，再把这个已经填满了的 snapshot commit 成一个只读的 snapshot。
OK， 那这样每一层我们都这样处理过之后，哎，这样一个镜像，一个完整的镜像从仓库就变成一个只读的本地镜像了，这样就到了最终那个每一层都会被填到这个 snapshot store 里面去。但当然刚刚我说的这个比较浅显的方式是基于只有 targz 和只有 裸文件数据的行为，但是对于 apply 来说它不只是这样的行为，它说白了不只是在做解压，它做的更多事是把从仓库获取到的信息变成一个本地可以被用来 mount 作为其中一个 base layer 的信息。那这个原始信息它不一定是个 targz， 它也有可能是一个 tar， 也有可能是一个裸数据，也有可能是一个加密镜像加密过的数据。那么对这些数据的处理的行为都是在 apply 这步骤做的，而得益于 container d 的插件机制，这个 apply 实际执行 apply 的 applier 它是可以被插件化的，所以我们可以给它更多的可配置的空间，可以说我不动 container d 源代码还能去上面做拓展啊，等一下我们就讲说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拓展。然后刚我说那个是 apply 的源头， apply 的出口呢，这个 snapshot 也不一定是一个裸的文件，也不一定是一个你直接登到宿主机上去看就能看到文件的空间，它可能是一个tar， 它可能就只是一个 tar， 但我只要能 mount 这个 tar， 能呈现出一个最终的这个 mount 结构，那其实就可以了。我们真正 care 的不是这个 commit 的 snapshot 里面到底是不是裸文件，所以它会有更多种多样的 snapshot， 像是现在社区比较火的一些暗序啊什么东西，它其实呈现出的数据都不是裸的文件系统。 But anyway， 就是这个 apply 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只读的snapshot 在 snapshot store 里面了，下一步就是要准备这样一个再准备一个空的读写的 snapshot 啊，这个 snapshot 就会最终会变成你在容器中的 root fs 所有的写 io 会打到这个上面去，这个 snapshot 加上我们刚刚那个就是这个容器用的那个镜像那些读的 snapshot 被 mount 到一起变成了一个 root fs 的视图啊，那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从一个镜像到一个容器可以使用的根目录的生命周期了。那这个我们刚刚讲的链路是最基本的，这个 mount 可能就是 overlay fs 嘛，这些层就 mount 到一起一个 overlay 的挂载，然后之后写行为都打到 overlay 的 upper 层啊，那这样就有一个问题了。大家看这张图，就这个是把刚刚那个 snapshot store 展开了。假设我们有一个镜像，就是一个镜像，比如说这个镜像是个 sandbox， 这是个 sandbox 镜像，有很多嘛，对吧？那么就每一个 sandbox 都会有一个 sandbox 的读写层，就呈现出大概这样一个视图。但这样的问题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是你去 find mount 这个目录的时候，你发现它挂在是一块盘上，它最终实际挂到的还是一个后端设备，不管是个什么设备啊，它是终归是一块设备，因为 container d 管理的根目录是一致的。那么假设说我其中一个人，哎说，哎我这个人疯狂的往里写，吃满了这块盘，那么它就会影响到别人的行为，甚至会影响到镜像的下载行为。就往这块填的时候填不上了，因为已经被别人吃满了啊，或者说哎想往这个容器写的时候写已经被他写满了，就很难受，这样就会出现互相的互相影响，一个人的行为或者说两个不相关的 pod， 一个 pod 的行为会影响另一个 pod， 那这个行为是我们不想看到的。我们怎么把这个空间给它限制住？虽然他们在一块盘上，但是我希望说我两个容器的读写层他们不要互相争抢这个空间，至少说我给你们每个人来个上限，对吧？你一个人我不至于说单点打爆，我不至于说某一个人会把我整个节点打挂了。 OK， 我们出了这样一个方案，就是我们在准备这个可写层的时候，就是准备刚刚咱看到那个图里面容器那个最终实际写行为打到那个目录的时候，先给它创建一个 sparse file， 创建这么一个系数文件，然后它是给它设了一个上限的。当然我们还考虑过其他方案，像 project quota 之类的，但是这种因为前置要求比较多，所以说最终选择了 sparse file。准备这么一个 sparse file 之后呢，通过一个 loop 设备作为转换，把它最终挂到了这样的一个空的目录里边去，但最终实际写行为还会打到后边那个 sparse file。那么它最终是会被限制住的，这样每个容器我们都这样准备。那么这个 sparse file 的大小，它是赶着跑赶着创的嘛？创容器的时候准备这样一个 sparse file， 这是由我们的还得益于刚刚说的插件机制，我们的外置 snapshot 做掉了。那么它是由每个 pod 可以指定说我来的时候我要多大空间，我告诉你多大 ，OK， 我创这么大 sparse file 挂给你，你这个容器内不管你怎么写，不管你玩命写，你也写不超这个 sparse file。设了这么一个上限，而这又可以由上层的管控来去给它加些 KBS webhook 呀之类的东西，给它注入这个标，这样就可以保证它不会超了。好，那现在我们已经做到了说空间上他们每个人不会打爆了，但这样还有问题，为啥呢？
因为他们终归还是在一块盘上，还是在一块盘上。那个 by the way， 这个东西社区已经有一套 somehow 完整的解法了。Shout out to Derek， 啊 ，Derek 已经有了一个这样一个 block snapshotter， 你可以自己稍微再调整一下，就是用当前社区 release 版本的 container D 稍微进行调整就可以使用了，啊。但是这样的问题就是，你去 find mount 它还是在一块盘上。你虽然空间给它隔开了，每个容器不会把它整个打爆了，但其实你的所有 IOPS 和 BPS 还是在共享的。你仍刚刚在聊的问题，刚刚说那个客户的问题，某一个人，比如我下了一个100G 的镜像，就算你盘够大，我下的太快了 ，container D 下太快了，导致说另一个容器里面读写行为，我发现我写的特别慢，我是能写进去，但我写特别慢，或者是两个容器一个人在疯狂的读写，把 LPS 吃满了，导致另一个人的行为受影响，这样还是会出现足弧线的影响，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想到了说 ，OK， 其实用户在容器内能碰到的只有这么一个地方，只有这么一个读写层，没镜像它碰不到，它就对镜像只有读请求。那是不是说我们把所有用户能碰到的空间给它隔离开，对吧？我们不要让这个用户的行为能影响到一些管控侧，也就是镜像数据的下载。非常理所当然的，我们想到这样一个方式，我们把他们的读写层给他们摘出来，对吧？摘到独立的一个空间，这样不让它的空间和镜像的下载互相影响。你在每个容器内你可以做你的读写行为，我空间刚已经有限制了，那个 loop file 嘛，那个 sparse file 嘛，已经限制了。那空间限制好了之后，现在这样隔开之后，好， LPS 也先开了。 LPS 你读写的 LPS 对跟你的镜像 LPS 是不会有关系的，最终在节点上是两块盘。这样的话我们呈现的视图就是这样一个三个框嘛，节点上会有三块盘，一块根盘保证宿主机的运行它不会被影响，因为用户的空间不会影响这块空间，一块是读写盘，是所有 pod 的读写行为会打到这块盘上去，一块是只读盘，它只会下镜像，只会存镜像，用户的行为也不会对这个里边有更多的填写的操作，它只会有读操作，读大有可能会被吃满，那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因为数据大了读就大了，这控制不了它。那但是做这个事还是比较困难的，我们在实际过程中还是比较困难，为啥呢？还是回到刚刚这个图上去，大家看到我红框这块没？其实这儿也是个 snapshot 的。这儿也是个 snapshot， 他们都是一个空的只读空的可以读写的 snapshot。那么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难点就是如何在不 hack container D 的情况下去区分出我到底是在准备一个镜像的层，还是在准备一个最终要给容器用来使用的层。那这个随着 container D 社区的发展，终归它是给了这样一个能力，就是可以把这个 label 透传过去啊，你 pod 上的 annotation 会被透传给 snapshotter。哎，我们就可以通过外置插件的 snapshot 来判断说我这次创建某一个 active snapshot 的时候我到底是在启容器还是在下镜像，因为启容器的时候会有一些额外的 annotation 过来，这个是 container D 社区能力提供了啊，那就很好了，现在我就知道我什么时候在创这个只读层，创这个读写层，什么时候在创这个镜像层了。好，那现在我们就可以给它拆分成这样，就故事讲通了嘛，这样就可以有完整的三块盘了。那到这儿是我们在存储这一块做的 LPS 和这个空间的限制。在这之后呢，容器空间已经被限制住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容器启动还是慢。刚刚咱说了嘛，有一些突发性实例，有一些容器对启动时间要求，我镜像特别大，我还是希望我起得特别快，那怎么办？那就不得不聊到下一个事儿了，就是镜像，这终归绕不开的事儿。镜像在我们实际生产体验过程中，它一直占据了容器启动时间的一个大块。那怎么办？镜像下载，不管是社区还是我们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客户问题，普遍都在问一个事儿，就是怎么加速镜像下载，怎么下得更快？我这镜像怎么能更快拉下来？我能不能镜像预热？我能不能更快把这个镜像获取下来？但其实，我觉得大家真正关心的不是这个事儿，大家真正关心的事儿是我怎么能更快把我容器拉起来？你镜像快不快跟我没关系，对吧？你镜像能下来下不来，我容器能起来就可以了。镜像数据只要我能拿到我需要的数据，我容器镜像在跑的时候它能正常的运行，你镜像下的慢跟我没有任何影响。 OK， 那我们就回过头来看嘛，在这整个从一个镜像到一个容器的读写层的生命周期中，哪儿是我们能做一些事的，对吧？就走了很长链路嘛，那这长链路中我们哪儿能做得更好？这儿在 apply 的时候，因为这是可以插件化的，它是 container D 提供插件机制的空间，我们能不能做一些事情？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内核中那个文件系统，它恰好比较契合，叫做 ELFS， 它是个 Enhanced Read-Only File System。 它这个有个关键词我框出来了，这个 Read-Only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什么事情？它和镜像非常的一致。
我们的镜像就是 read only 的。那么对于我们一个 read only 的镜像和一个 read only file system 感觉就非常的契合呀，那我们就开始寻找角度，怎么能把这个 file system 的能力应用到我们的镜像中。 file system 有两个比较关键的事儿，一个事儿它是支持了随机解踏，对踏的随机读，相当于说你一个踏不用解开你就可以读它了，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另一块就是加密解密的数据，这块其实我们 也是我们也需要，但对于时间性上不是那么重要。 OK， 那么回到这个图上，在 apply 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尝试说，哎，能不能把这刚咱看到那个 enhanced read only file system 结合到我们的镜像在解压过程中。原来我们可能是从一个 targetz 解压成一个纯的裸数据文件，现在加上这个 file system 能不能变一下，于是就可以就我刚刚说那个故事，我们源头是一个 targetz， 输出是一个 rootfs， 这是我们需要全部信息了。那么我们就可以 somehow 这样做。原来在解压的时候，我们是准备了一个空目录往里去解压这个 targetz， 先去 gzip-d 再去把 tar 平铺开，然后得到了一个裸的文件，然后拿着文件去 overlay 挂到一起，这是原来的链路。那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 ELFS 了，它可以，它不需要去解压这个 tar 了。那我们这块是不是就可以省掉去平铺掉 tar 的时间 ？Instead， 我们去生成一个ELFS 的 indexing。这个 indexing 比起 tar 来说是非常非常省时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原来的 unpacking 的流程 ，container D 内部不去做任何的改变，不去做任何社区代码的改动，只是说外置加两个 plugin， 因为 container D 提供了比较完整的 plugin 生态，我们可以做一个 tarfs snapshotter 和一个 tarfs applier。那么在准备 snapshotter 的时候呢，我准备一个符合这个 file system 格式的 file system 的一个文件，然后在做 applier 的时候 ，instead of 去做 targetz 的解压，我们去生成这样一个 ELF 的索引。这个总时间我们就可以把 tar 解压那部分的大头时间完全省掉，最终实际我们的文件就只有一个 tar 文件和一个 ELFS 的索引，然后这是对应的是某一个层的 snapshot， 然后最终这些层 snapshot 和之前一样，和 overlay 非常的类似，它还是被和一个空的层揉到了一起，通过了一个 mount 命令呈现出了一个统一的 rootfs 视图。那么之后我们的读写行为可能最终还是打到这个 snapshot 里面去，因为最终那个两层啊，在这个出现这个 mount 之后，下面那个 mount 在这个 mount 之后，他们两个挂到一起，我们仍然是用 overlayfs 的，因为这里没有任何的耗时，已经有一个目录了，只是给一个空目录，它俩挂到一起，把所有的读写行为打到这里，这个 overlay 没有任何的损耗可以继承，只是这儿我们时间完全省掉了。 OK，那么最终呈现的视图是没有变化的，用户的使用体验也没有任何的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最终这个文件你在搜索机上你是不能直接看到的，因为你看到的这里边的每一层是 indexing， 里边的每一层是 index， 它需要中间转一个 loop 设备提供给 ELFS 的内核态去帮你根据你这个实际 IO 请求过来的时候，你到底访问的是它的哪块数据，它再去帮你随机的找你要找那块数据给你读出来，因为。就是它的神原理，它就一块一块拼一起的，所以这块就是我们的能力。这部分能力在内部我们现在已经上线，已经落地了，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了。然后后面因为这个文件系统是一个内核文件系统嘛，然后 maintainer 也是在我们阿里云的，所以说之后会想办法把这个能力推到社区，看能不能就是变成一个 built-in 的 snapshotter， 然后大家都能使用吧，因为它对仓库没有任何的要求。就聊到了下一块了，就是按需加载，这个非常火的一个话题啊。按需加载，刚刚为什么特意强调了一下对仓库没有要求呢？其实按需加载来说的话，它比刚刚我说那个方案还是快，因为刚刚说的方案你仍然需要下载镜像所有的数据，只是跳过了本地去解压 tar 这一个流程。但是刚刚那个方案对仓库没有任何要求，仓库就是原来的 OCI 镜像，你用户的仓库不用改，原来是 harbor 就是 harbor 里放的是啥就是啥，不需要重新构建。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按需加载，现在市面上火的 ECRGZ、Overlay BD、SOCI 或者是 Netas， 它虽然有一些是基于 GCP indexing 做的，但是他们仍然需要仓库推一些额外的东西嘛，可能不需要对原来镜像格式进行转换，但是仍然推一些额外的东西。那对我们来说，当然这也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会让我们的整体速度会快太多了。像我们刚刚说那种 case， 一个用户想一个100G 的镜像，想立刻就起来，用刚刚那个方案绝对是起不来的，但是用按需镜像可以起来。当然起来的前提条件，它仓库可能要进行一些转化，或者需要推一些像 Sochi 的 indexing 可能需要先构建这个事儿，但是实际使用体验是好的，我们可以详细的策略来做这个事儿。不过
就我只能说当前按需镜像和刚刚我说那个 TRFS 他们两个都有意义，那在都有意义的情况下我们就选择都使用。我们就有一些情况我们可能是、哎、为了稳定性使用原来的 overlay FS， 有一些情况我们使用 TRFS， 有一些情况我们使用按需镜像。那在这种各种各样都有诉求的时候，我们怎么才能让一个节点上不需要更多的成本，不需要更多的运维成本，让它可以同时跑三个 snapshotter， 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原生逻辑上你就是不能 you just can't 一个节点上你只能用那个启动的时候规定一种方式来启动一个 snapshot， 我启的时候是 overlay 就是 overlay， 启的时候是 ESRGZ 就是 ESRGZ， 它不能变了。你变的时候除非重启一下 connect， 重新再变一下，然后把原生数据全都改了，它不能同时管理两个。那这块我们觉得是有这个诉求，所以说我们又深入看了一下发现哎，没道理啊。因为像我图中看到的，你直接拿 connect 去跑一个 CTR plugin 能看到说有很多的插件啊，像是 BTRFS， 像 Device Mapper， 像 Overlay FS Native， 他们都其实被加载了，他们也是 ready 的。 Container D 的插件机制是允许了这个行为存在的，那是谁拦住了它呢？那其实是在 Container D 和 KVS 中间还有一层 CRI， 是 1.5 的时候 CRI 接的主线嘛。那在 CRI 里面它是没有去识别这种多 snapshotter 的情况，对它来说它就会默认一种 snapshotter， 那这个时候就不得不去做一些增强能力了。我们在 Container D 内部就是 CRI 这一层做了一些调整，做了一些增强，让 CRI 可以识别多种 snapshotter， 并且可以让你的 pod 在启动的时候通过你的 label 或者 annotation 来选择我想用哪种 snapshotter。 那这个是不一定要用户认识，你可以通过外部之类的一些东西给它包装掉。但是这个能力啊也在尝试往社区推，但是现在最大的阻碍是什么呢？我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内部也没有太解决掉，但是是一个思路吧。因为对 KBS 来说它是需要认识镜像的，想象你需要 Kubelet 过来找运行时问说一个镜像有没有被解压，运行时该怎么回答他吗？你当你支持了多个 snapshotter 之后，你到底要回答他你是用哪个 snapshotter 在被解压， Kubelet 来问你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这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不知道怎么告诉这个事儿，所以现在还在社区讨论这个事情，不知道但还不知道最后会怎么发展。不过我认为这个最终还是会有一些解决方案的，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OK， 然后 so much for lazy pooling。下一块就是可能描述一下第二块吧。刚刚咱聊那个大图嘛，一个全链路。刚刚我们 focus 在那个 apply 的过程中，在解压那个过程中。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前面那块，从镜像获取数据那块，我们能不能让变快一点？啊，从仓库拉下来的过程中。从仓库填充 content store， 现在要走完整网络链路嘛？每一次的请求，你的健全请求，你的数据流都需要打到镜像仓库。这个镜像仓库不管是你在你集群中的某一个其他的 harbor， 还是说是一个远端的一个云厂商提供的仓库，它都要花很久，链路都很长。那怎么办呢？哎 ，shout out to Derek again， thanks to Derek， 他突然就开发了这么个 transfer service。刚刚有一个 community session 也在聊这个事儿。他把一切的行为都抽象，一切镜像数据的行为抽象化了，抽象成数据的 transfer， 那这样就是给了我们很多空间了，我们可以思考了，说原来的 transfer 是从 registry 到 content store 的 transfer， 那为什么只能这样？为什么不能是从本地 transfer 到 content store， 亦或者是从某一个另一个节点的 content store transfer 到这个节点 content store？这样的话链路是不是短了？比如说我同一个集群中两个 node， 我这两个 node 之间可以互相 transfer 他们的镜像数据，相当于就是说我一个镜像下载下来之后，哎，在这个节点有了，那么另一个节点就是可以从这个 peer 来获取这部分的镜像数据，他们可以 directly transfer 了，他们不需要再去访问仓库了，可能只需要访问仓库做一个健全。那这就是我们的思路，我们现在做的方案就是相当于是我们叫做的 image transferer。一个集群中的 container daemon 会构建一张 P2P 网络，在第一次撞进集群的时候，他会先把自己通过 KBS 能力 broadcast 给这个集群中所有的节点，他们自己再跟走 neighboring 的 P2P 协议，然后这样构建网络之后，每次拉镜像的时候会先去 query 这个仓库，看一下仓库是不是能告诉我要的是哪个 digest， 因为对镜像来说每一个层 digest 唯一的嘛。OK， 那我再去问我这个 P2P 网络的 neighbor 们谁有这个 digest， 如果有我就会找我的 neighbor 拉，如果没有，我再会 forward 到仓库。这样的话，在我们的场景中，就从实际看到的现象来看，大大减少了仓库的压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假设仓库挂了的时候，我仍然能 somehow 让我这个集群能运行起来。
如果正常情况下你一个仓库挂了，你就再你肯定起不来了嘛，对吧？你找这个仓库拉的所有进项都起不来了，你所有的 pod 都会卡在 container creating， 因为它拉不到 pod， 或者 一直在 image pool back off， 就是在 back off back off。但是现在我可以保证你说，在我这个集群中已知的这个 tag， 比如说我去拉一个 sent os more latest， 我能做到的是，在这个集群中我已知的 sent os latest 是什么 manifest， 我就用哪个 manifest 给你启动，这样能把 pod 至少先起来。那么然后在起来这个 pod 之后，我会去继续 pull。假设是仓库失败了之后的某一次情节，我会继续 pull 这个仓库。那当仓库成功了之后，哎，我会 update 这个镜像，知道 latest 应该是那个 tag。因为这次请求之前是来过的，会对比一下 timestamp 看看是不是来过，那么然后来保证说下一次起镜像的时候用的就是可能仓库更新的一个 latest， 那就会用仓库 latest 来起下一个镜像。这套协议我们现在还比较稚嫩吧，就是只能说 POC 跑通了，但是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锤炼。但是中国的计划也还是把这套东西也能推到社区供大家使用，因为毕竟这个东西它是内置在 container D 里边，我觉得是最合适的一种 P2P 的方式。它不需要外置的任何 cache， 它可能网络电路可以去优化，但是这些都是可以去做的优化和增强。但是从机制上来说，它内置在 container D 里面肯定是最好的。OK，lastly，就是这个 image guard 镜像 GC 的事情。之前看到社区有人在关心这个事儿。直到今天我们这个 KubeCon 之前的几周吧 ，Derek，shout out Derek for third time，Derek 终于把这个镜像 GC 的能力给合进去了，就是可以通过像以前去 GC 一个 content，GC 一个 snapshot 一样去 GC 一个镜像了，就是之前是通过 list 来控制的，一个 list 可能会过期，现在这个过期时间可以对镜像控制了，那么这就允许我们说在以此之上构建一些更复杂的策略了，我们会构建一些白名单策略，构建一些超时时间策略，构建一些最多重试策略，构建一些 TTL 策略，镜像最多活多久或者是 minage 策略，那这些策略都是我们可以在插件中去自己去优化这个插件。不影响 Community 主代码的情况下来去丰富它的 GC plugin。 OK， That's it， Thank you everyone， 有什么问题吗？你好。有要求，它是要 5.10 以上。这个是这样的，它这个 transfer service 还在发展中，它发展的中态肯定是让所有的拉镜像、推镜像的和这个镜像解压的行为都变成 transfer service 的使用者。但是当前的状态仍 pulling 还是 pulling，pushing 还是 pushing， 它没有在用 transfer service。当前，它还是在一个外置。但是它的 Derek 和社区都在努力说，让这个 transfer service 变成一个内置，变成一个至少内置的所有推行为都变成是走 transfer service 的。对，它就是 feature， 它就是 feature。OK， 大家还有问题吗？你好。很好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当时也考虑过，就是因为这个策略就是比较，毕竟完整一套 P2P 嘛，策略比较复杂。我们当前采用的策略就是纯按 P2P 网络内部的远近程度，纯按 neighbor 的 latency 和最终实际转出来那个网络的 neighbor 的远近程度来去判断，说我找谁先去 query， 然后再去找谁后 query， 不会暂时不会说根据那个阶段 IO 繁忙程度来去做一些策略。但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做的。这个我就是这个思路，我觉得也是对，因为我们也考虑过，但是这个策略比较复杂吧，因为它实际上报的数据也要变得更多，你实际上报不能只上报镜像数据了，还要上报当前的 IO 请求，那这个时效性不是那么的好保证。但是是对的，好问题。你好，我们这边把那个只读层还有可写层它分成两个盘嘛 ，VDB 和 VDC。这种情况就是隔离的那个容器可写层对可能 container D 它本身的一个那些只读层一些目录的影响吧。但是我们有没有考虑过就是对这些可写层去做一些IO 限制之类，就我理解
这容器之间它们的可写层还在一个盘上面，是不是还是会有一些影响？比如说容器它停止的时候可能会做一些 unmount 操作， unmount 操作的话是不是就会，我理解默认的话它会把那个可写层的那个磁盘上面的所有张数据都回写出去，回写回去，对对对，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影响。这方面是我们目前这个方案是有办法解决吗？这个也是很好的问题，这也是我们现在做的方向。就是我们现在做的方向就是说，因为有 Secure VR 的嘛，有了 Secure VR， 它有了更就是 V1 的时候可能它的 Block IO 只能限制 Direct IO， VR 的话它能把 Buffer IO 也 cover 到了。那我们现在正在探索就是说怎么用这个 VR 能力来做到你刚刚说这个是，当然最理想的诉求就是每个容器之间互相没有关系嘛。那怎么做这个事儿，也是个还在探索，但我觉得肯定是需要做的。就像你刚刚说那个现象，那个画面呢，一个容器写了很多，或者它在下线的时候做了 unmount fsync 了，然后吃了很多，突然出了很多 IO， 影响到了其他节点。虽然图也曾在一个盘，还是会互相，当然他们的 IO 还会互相影响。我们现在只保证了他们空间不被互相影响，这是第一。第二，我们保证了说他们的读写行为的 IO 不会被镜像下载的 IO 影响，这是第二。我们现在保证这两点。第三点，他们之间的 IO 不被影响也是需要被保证的。但是这个能力还在开发中，还在开发中。但是你说这个方向是对的，我们现在思考方向就是通过 VR 的能力，因为 VR 可以把 Block IO 和 Direct IO 都限住。哎，你好。它能直接读到某一个文件吗？对，这就是对那个它，这就是 ERLFS 的能力，就是刚说在解压的时候要生成一份 index， 不是它原生支持的 indexing。是 ELFS 提供的一个 indexing， 相当于是在 tar 文件前面加了一个 header， 这 header 是给 ELFS 这个 file system 在，就相当于我一个文件搞出了个 FS 出来，这个 FS 就是你去 find mount 它看到就是 ELFS， 然后你的读请求打过去的时候，它会根据它自己 header 记录的这个 tree 来去找到对应的那块 tar， 就这个 indexing 不是 tar 本身提供的，是 ELFS 提供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打包的时候，就这样打包的时候，它出来的要提前添加你这个 header 吗？就是不需要，不需要，就是这个是，sorry， I'm gonna go back for one sec。就是在这里，就是原来镜像在解压的时候是去 target z 做解压嘛，对吧？但现在我们不就是 target z 了，我们现在在这儿去准备好一个空层 fill in data 的时候，我们 fill in 的不只是文件解压出来的 data。还有去通过这个 applier 生成的一份这个 ERFS 的 indexing， 这个时间经过我们的压缩后，它总时间仍然是比把这个 tar 完整的铺开要小很多的。就这个生成 indexing 是在下载的时候，对，不是在构建的时候做的。哎，你好，后面那个同学。我看到就是说你们用那个。稀疏文件去做这个容量的一个隔离嘛，对吧？嗯，它这个本身对这个 IO 的性能有多少影响？就是因为你这加了这样一层那个，又往这个 loop device 加了这么一个绕了一层。那还好还好，就那个我们试过，就是比较极限的场景和比较高密的场景，额外挂一个 loop， 然后后边跟个稀疏文件还好，不会有很大的影响的。嗯，就是那个相当于横向和纵向我们都去尝试压过，从表现上来看还可以的。你好，后面那个同学。我同样还想问一个 SparseFile 的问题，这个会对调度带来什么负面的影响吗？比如说它实际可用空间其实是大于它占用的空间的。您稍微再拿一下，您是指什么的空间大于它的占用空间？就是比如说 KPass 的调度器它需要感知本地磁盘的可用空间，然后去调度 pod 嘛，然后 SparseFile 它其实能看到的，它占用的空间是比较大的，这样的话会对调度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吗？还是说你们会去感知它实际用量？这个如果说就是那个它看的比较大，那这应该算是 Kubelet 的 bug， 因为就是假设你一个 SparseFile 它是占了这么多空间，但你仍然能看到它实际使用大小，就是相当于你计算实际使用大小的时候，不要按照它。去 provision 出那个空间来算，而是按照它实际使用的空间来算，这样就可以了嘛。哎，你好。
目前这个空间和 LPS 调度不识别，调度是不识别，就不会说就是它不会上报，不会识别，因为这个事它比较复杂，它会让整个调度系统变，就是它的账本可能会记乱，一个是账本会记乱，一个是根据节点上，因为节点上除了容器本身之外，还有镜像数据，虽然我们做了盘的分离啊，但是还有一些管控，就这部分数据它让 KPS 去识别这部分数据会变得，就是 things get weird。就会改位，但肯定地来做是干净的，所以这部分能力增强没问题的。但是让它调度识别，我们也还在犹豫，因为感觉肯定会有一些未见到的坑。然后包括 IOPS 的，这就是更加难以去做的一个事了。我们内部也看到了这个 KEP， 但是我们内部也没什么好办法。我们就是相当于 LPS 现在是跟那个空间强隔离的，跟空间是 somehow 是，有就是刚刚不是分两块盘了吗？我们只能说尽量把那块大盘根据它的空间，然后给它觉得这么多空间的容器，根据我们的经验，这么多容器他们会用多少 LPS， 就开一个好点的盘给它放上，啊，是这么做的。划分优先级，就是说比如说在出现争抢的时候谁优先谁往后排是吗？这个其实看内核能力，我觉得这因为如假设是像我刚刚说的基于 Super VR 继续做下去的话，那就要看 Super VR 能力是丰富到什么程度了。好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哎，你好。这个时间看镜像类型，看镜像类型，就是现在不能给你一个准确的一个百分比，就是因为你镜像它 TAR 实际这个数据这个时间到底要花多少，和你镜像里边存的是什么数据它息息相关。就是本来就比如本来你是一个100兆的一个 TAR 变成了一个300兆的镜像，那这个时间你说在全路把这100兆变成300兆中占多少是吗？我们也有很多就是 TL 们给我这种问题，但是真的不太好回答，因为在平时测试的过程中镜像们的表现非常天差地别，它不太能统一到一起。那肯定是有了。对，肯定是有了的。就没办法。对，相当于它会先占据一部分的空洞的空间，然后它会你赶着往里写，赶着会填满这部分空间，但是它这个空间不会超过这个空间，但是它这个时候实际对整个磁盘的占据的数据量还是那部分小的实际按需赶着得用赶着添的那部分数据。这个就是刚刚后面那个同学问的，就是你在 get like when I'm trying to get this usage 的时候我要 get 的是多少，那这个事儿它应该准确的 get 到我实际使用量是多少，而不是我 sparse file 占了多少。那这是 kubelet 就是能力上肯定可以做到，你去 DO 一个文件看到就是对的了。实际占用是 sparse file 里边那部分添了的空间的大小，就比如说一个实际的 sparse file 我就写了 EM， 那 kubelet 获取的时候它该获取到 EM， 它如果获取错了它有问题。没占用掉啊，磁盘这部没占用掉，没占用掉。OK。
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吗 ？OK， thank you for your time。我是汤天一，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或者交流的话，可以加一下这个阿里云的这个容器群，容器技术讨论群，可以一起讨论一下技术，或者可以直接 direct message me， 下面是我的 contact。Appreciate your time. Thank you.